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上一讲谈到了神的存在，怎么知道有神呢？因为神启示我们，他通过他的创造，让我们知道有这位造物主的存在。那也许有朋友会说，那为什么按照你说的，神的存在是这么明显，可是为什么我们认识不到神的存在，也找不到神呢？那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根据我自己在信仰寻求过程当中，我觉得要找到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态要对，第二，方法要对。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24节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说就谈三个问题了。第一个，神是个灵，我刚才在第一讲讲过，它不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你就不能够用纯眼见手足这个方面去感应。神是个灵，它是独立于物质世界，并不是像唯物主义讲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投射，实际刚好是反过来的。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神这位灵所造出来的。所以，整个灵性世界不是依附于物质世界，而且所有的物质世界都是从灵性世界来的，是这样反过来的。而且，灵界的存在是非常的真实，真实到一个什么程度？几乎你稍微留意一下，你都发现周遭都会有这种情况。那过去我们知道，有时候他们玩这个碟仙呐、交鬼啊。都是偷偷摸摸的。我看过一个录像片，就是真实的录像，就是他们玩碟仙怎么玩的呢？就在这个太平间的旁边，就是停放死人的旁边找一小屋子，晚上点上蜡烛，然后一张桌子上呢，都铺上了一张纸或者什么布，上面写着各种字儿，然后把一个碗倒扣过来，就放在这个中间。然后每一个人的手指头就都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触到这个碗，然后你就说你开始问吧，又有什么问题？他一开始问以后，这个碗自个儿就开始动了，就在这个就圆的这个部分就来回动，动到一下停下来，那他指的哪个字儿，那就是他对你的答案。哗，这些看了以后都直发抖啊，吓得就偷偷摸摸的玩。那现在很多时候教鬼都是公开的教鬼。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教授，因为原来神学院是在香港，这个教授呢就有一种神给他一个恩赐的，就是赶鬼的恩赐，他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他说有一段时间呢，在香港湾仔的地方，那个当时香港的当局啊，给当时的警察修了很多的这个宿舍。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风气啊，每一家人搬进去以前，先要在房的四角，这屋子里面空的时候，就烧一点香啊，或者点点蜡，就拜一拜，就是保平安的。结果这个警察不信，就他就搬进去了，搬进去几天就出事了。出什么事儿呢？就从他家住的这个地板呢，开始从这地板的缝里开始冒红色的液体。你把它擦干了以后，一会儿又冒出来。后来就开始在厕所的洗手，这个抽水马桶，在孩子的枕头上，在孩子的额头上，在孩子的肚脐上，都开始出现这个红色的液体。最后，他就收集了一部分红色的液体，拿到医院去化验，就是和血的成分是一样的。吓坏了，你说怎么会从地板上开始冒血？他就吓坏了，赶紧就买了香啊，买了蜡烛，就点在这个房子四周啊，去拜一拜。拜完以后好了几天，结果更厉害了。
最后又去找一个跳大绳的来帮他跳大绳，在这个房子门前贴这个贴符啊或者什么，就来赶，也是好了几天更厉害。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听说啊，我们海外神学院的这位教授可以赶鬼，就去请他了。他这个教授就带了几个神学生就到他们家里去了，首先对他讲神的救恩的道理，人的犯罪，让他们认罪悔改，所以先带他们信主，然后呢就把他屋里清查一遍，凡是和拜偶像有关的东西全部销毁拿走，然后最后奉耶稣的名赶鬼，就这一次就成了永远太平。这后来是登在船上啊，登在船上这个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以这都是非常的真实。而且西方世界现在可以说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啊，这后现代的这个时期不是很清楚了，一般认为到了80年代的后期可以说进入了后现代，就是否定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反正谁也不要说谁错啊。而且现在整个科学理性已经不能够满足于人的内心的空虚，所以从70年代开始，西方的很多人就把印度的瑜伽，把中国的禅宗等等全部介绍了西方，所以西方属于现在开始一个新的运动，叫 New Age Movement， 就是新纪元运动，就开始打坐呀、催眠呐、就是公开的和及灵界相交，这都不是成为一个秘密的事情。今天在媒体，有时候你们注意的话，你看电视上都能看见那灵媒哈公开做广告。后来我就读了新纪元这些书才知道，人有名人，演员有名演员，有明星，现在发现鬼有名鬼，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这些不同的这个灵界的邪灵东西附到人的身上，然后呢他就可以借助人的身去讲话，因为灵界的他的能量时空观都比人要大，所以他看前3年怎么样，后3年怎么样，他还能说得很准。所以现在是专门有预报天气的，你要知道前面的自然灾害如何，专门有自然灾害的情况，有人是预报股市的行情，所以你要和这些名鬼谈一个小时的谈话，向他请教，一个小时$100，他一定是零，所以人才愿意交这个钱去。所以大家都没想到这西方科学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居然有这么多人交鬼啊。所以像我上一讲讲的那个鬼附身，实际不是所谓的那个死人附上去，乃是那些邪灵打着这个死人的旗号把他附到这个女的身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人的死了以后，他灵魂都有去处，他不会随便乱走。所以整个西方世界你就会发现，实际灵界的事情是非常普遍，你到处都可以遇到。所以圣经讲神是个灵，那除了这些邪灵的活动以外，真是有天使吗？啊，天使的存在是很真实的呀。我们教会前几年有一对父母从安徽省来探亲，他的女儿在我们那边的一个大公司工作，那么都是从农村来的，就参加我们教会的我所在的查经班。就后来呢，这个母亲眼睛出了毛病，出什么毛病呢？就看东西重视，就看同样一个东西老是两个影子不能够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个眼睛从两个角度这样看过去，说应该都重叠在一起，就他不能够重叠聚焦在一起，就很难受。你想母亲父母来美国也没有健康保险，你要检查眼睛也很贵。刚好呢，那时候我们查地方有另外一个从青岛来的探亲的父亲是眼科的主治大夫，哎，就刚好就是替他看一看了，反正也没有仪器设备了，就看他是估计他眼底出了毛病。但是在美国你要去做检查做治疗就非常贵，所以呢就劝他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尽早回国去治疗。后来呢全查经班全教会的人为他祷告，那求神能够医治他。就有一天晚上他就做梦了，
他做什么梦呢？梦见一个身穿白衣服的，白的都发亮的人，突然到他跟前来，怎么样？就用手在他眼睛上面就这么扑弄一下，他就醒了。那你说醒了可以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你白天老想着神来治你嘛，说你白着，你晚上做梦梦见一个，那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够理解的是什么？他醒来以后，这虫视消失了，眼睛就好了。是到什么看东西就哎，说这是，大家都是高兴的，知道是神医治了他。因为这个妈妈很内向，所以我就劝她，我说你在教会做一个见证好不好？就很不愿意讲话，就在我们查经班做了一个5分钟的小见证，就神就整个过程神医治他的过程。后来回到安徽，来信眼睛都还没问题。所以像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还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像我们基金会前不久替芝加哥一个老弟兄出了一本见证啊，他自己的见证集，也是非常奇妙。这个老先生呢，是60年代初期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到芝加哥。那芝加哥你知道60年代也很苦啊，所以他就做什么呢？做这个保险生意，就推销这个保险业务，是一家一家跟人谈各种保险，让人买保险。他作为保险的推销员，那时候没有钱呢，就跟我们刚来美国似的，开的都是又大又破的那个8缸大车。又耗油啊，别人都不愿意要的，他就把那车上停在路边上，就开始去给人去啊去推销这个保险业务。他是有一次啊，当他做完事儿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外边下大雪，雪整个把那个车轮都快没住，他赶紧去发动车啊，结果车就打滑呀、啊，因为那轮胎又旧嘛啊，就这空转圈就走不动，越踩油门越打滑，他就很着急啊，因为油也不多了，车那么冷，芝加哥。他说那要是万一这个油烧尽了这怎么办？他那时候因为已经是基督徒，所以他就拼命在车里祷告，求神来帮助他。就他正祷告完了以后，从这个反光镜的就看见从后边上来两个少年人，他就很高兴了，他说赶紧出去请他们给他的公司挂个电话什么的，请人来帮他把车拖出去。就他就出来，一出去一看，不是少年人，是两个年轻人，大概都是20岁左右，非常帅。那么冷的天儿，穿一个人穿一件非常薄的皮夹克，非常的帅。他说：“哎，这个能帮忙？说什么事儿？”他说：“我车打误了，你能不能给你一个电话？你就帮我打一个电话。”然后这两个人说：“你车在哪儿呢？”他说：“车在哪儿？”就指着前面那车。这两个人看一看，一个在前面的车站着，一个在后边车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扶着就是这个保险杠啊。一个扶到前面的高兴，一个扶一下把他车抬起来，离地30尺高，一下抬起来，嘣一下就放到车中间，放在马路中间了，两人扭头就走。这个老弟兄是看呆了，说这是有多大的劲，两个人几乎把我的车抬起来，我一下放到中间就走了。他就赶紧追上去去谢他，你说不用谢，头都不回就往前走，他一直往前追也追不上。结果人家走了前面一个十字路口就拐弯就过去了，他也跟着拐过，一拐过去根本没有人，你拐过去就找不到人。他写了好几次这样的见证呢。你还可以从很多宣教士他们的经历当中，你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就说我们相信彼得也说啊，这个彼得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他们去敲门，人说哎，不是彼得，可能是他的天使。所以圣经都相信每一个信徒都有天使在看顾在保护他，所以这都是属于灵界的东西啊，所以主耶稣说神是个灵。那既然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寻求神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和态度。主耶稣的祈祷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就这个方法是什么？用心灵去拜他，用心灵去感应他，用心灵去悟他。第二个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找神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困难就是在于我们的方法不对。我们非要用五官，眼睛要用手，我们非要用纯理性、纯科学去找他，这都是用在物质世界的一些方法要去寻求神，你当然是找不到。
所以神说我们要用心灵去敬拜他。所以你说纯物质，从科学和理性就很困难。我后边还会讲，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理性。你看我前面讲到天文，讲到地球的生态，都是在讲科学，是不是？后来我还会讲很多的科学。所以科学可以作为认识神的一个切入点，因为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创造了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科学和信仰它有结合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是通过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到神。所以这一点，所以基督教信仰并不反对任何科学，也不反对信仰，但是因为这位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可以介入这个宇宙，他也可以超越这个宇宙，所以你科学本身你并找不到神。所以这个信仰是什么？是超越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科学。这个信仰，这位神是人的纯理性或者纯科学不能够企及的，你只能说从这儿做一个入口，你最后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的飞跃，后边我还会讲。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在这里面跳不出来，一定要完全要用人的逻辑去思考。有时候神是按照人的逻辑在做事，有时候神就不按人的逻辑做事情，因为他是超逻辑的，他并不是没有逻辑，他是超越人的逻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这位神啊，圣经讲的很多道理都很好，基督徒也很有爱心啊，所以进到教会呢大家感到很温暖。但是你就是说这位神就是啊童女所生啊，主耶稣最后死了又复活，你觉得这都只能是天方夜谭了？童女怎么可以生子，死人怎么可以复活呢？尤其我在医学院工作，我就更不能信了。如果死人都能复活，还要医学院干什么？还有医院干什么啊？这很自然就这样推理，你觉得根本不可以。你觉得把基督教的信仰作为一种耶稣的教训，做一个道德的规范啊，怎么样去做人，或者说把这个信仰做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持都还可以，但你说要真去信这位神，就感到很困难，而且感到神的存在是不可证明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相信一切东西都要有，必须要有科学的证明。我记得我刚在美国的时候，第一次碰见基督徒的那个印象我还记得，因为在国内从来没碰见过基督徒，就后来碰见，他说他是基督徒，我一听说他是基督徒，当然是不信了，这是个首先这个弦就绷起来脑子里，我说他后边是不是有什么组织啊，因为过去我们都把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作为是西方啊这个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工具嘛，啊，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那想他后边是不是一定有组织想来啊，又来渗透我啊，或者通过我要做什么事，就开始就非常这样警惕。你看长时间这种教育啊，潜移默化的我们西藏就形成这些，所以我从来不去教。我就觉得这种事情还需要我来做吗？而且我们过去就觉得，像这个我刚啊第一讲讲了，从认识论的发展来看，你信有神是很愚昧的事情了。今天我们都有博士了，这还要去信神，觉得很不光彩了啊！所以根本就不愿意去看。结果呢，是牧师到我家里来跟我传道，你不去教会传经班可以吧？我到家里给你传，那出于礼貌，那要听的。那我最后听完，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如果能够用科学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我马上就信。哦，这句话一出去，人家牧师扭头就走，也不跟我辩论，也不证明，给留一本圣经，说你自个儿有时间自个儿看看。下一个人再来，同样的办法，我最后就是这一句话：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我马上就信。你又留一本圣经，所以这个好几年下来啊，各种版本的圣经都一大堆了，但从来不看。当时我就很得意，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唬别人行了，你唬不了我。对，学科学的人都是在数据要做试验，要拿数据实打实的，不能说头脑一热就信一个什么东西啊。当时非常得意，这也是很奇妙。
那后来我信了主，知道像我这么顽梗的人，神也都很怜悯我，很爱我，让我信了主。那信了主以后呢，还让我当传道人。那我现在向别人传基督教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啊，没想到这个问题最后又回到我自己的头上。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不能，我也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用科学来证明神，他也没办法用科学来否定神，因为科学和信仰它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科学是有限的。然后后边再讲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还会谈，但是呢，我们就把这种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实际科学是可以是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一条道路或者一个标准，但是我们把这变成唯一的，一切东西必须要用科学来证，这就叫做科学至上。所以有了这种东西存在以后，你凡是科学不能够证的东西，你都不信它。所以今天所谓的神迹奇事啊，我刚才讲的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他就跳不出这个圈子，一定在科学和理性中，一直要在里边去找证据。你跳不出这个束缚，你永远找不到神。那慕道的朋友呢，又喜欢听神迹、听见证，你说给你讲一个神迹不太行，他又说是凑巧了，赶寸了。如果一个神迹太神了，实在没办法用凑巧来解释，他又说一定错了，你这个见证一定是哪儿出了毛病，不真实。为什么？因为他的逻辑通不过。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去这个讲了一个徐志伟医生的见证，大家可能有的弟兄姊妹知道。那这位弟兄呢，他原来是从香港14岁从香港到美国来念书，非常聪明。9年里边拿了2个博士学位，一个哲学博士，一个医学博士。后来就在南加州哈做大夫。那因为他功成名就啊，把神也忘得一干二净。就后来就是他最得意的时候，突然最后被诊断患了肝癌，而且到了后期，他已经完全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自己是医院院长，所以最后是除了他医院的几个病理医生来诊断以外，又找了好多医院的病医生一起，十几位病理医生一起来诊断，最后还做了肝穿刺、活体取样，做了切片，证明是完全是癌细胞，而且已经扩散，腹部已经粘连。估计他的存活期只有2个月左右，他完全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人刚开始功成名就，40-50岁就患了这样一个绝症，呼天唤地也没有办法。最后，他就想起他曾经认识一位牧师，他就给牧师打电话。牧师听完以后很同情，牧师说：“你为什么到现在你不再向你过去曾经信的这位神祷告呢？”他说：“人没有办法了，到这已经无路可走。”就他跪下来向神祷告，他是多年没有祷告过，也不会祷告，另外他说也不好意思祷告。你过去很顺利的时候把神忘得一干二净，今天有难处又去求神，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开口。他说他祷告很简单，他都没有敢求神医治他，他只是说：“神啊，如果真有你，求你让我在死以前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他就讲了这句话。就祷告完以后，他说那种心里的平安呐，是来美国以后几十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那后来怎么办呢？因为根据他的情况，大概2个月的存活期，但是因为他有钱嘛，啊，医生又是院长，所以可以考虑做换肝手术，就是把别的死亡的病人的肝给他移植过来。但是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因为肝脏的血管非常多，所以你稍微接不好就不行。所以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大概当时只有50%，就50%可能死在手术台上。那么如果手术成功，大概存活期1到2年，因为他这个时候不能够一下找到一个亲缘关系很近的一个肝脏，所以亲缘关系远以后时间一长，他就会产生排他的作用，因为他不是自己的，所以一些抗体就会出现，那这样的话他还会出问题，但就可以延长一点寿命。所以他们经过祷告以后决定做这个事，做这个换肝手术。
就后来还是一个犹太人主导，他们医院的一个犹太人。这个腹部一拉开，根本像正常人，找不到，不像是一个已经肝已经啊这个出现炎连了或者出现转移的症状，都很奇怪了，还以为说这个病人找错了，一看是他，他赶紧就翻他的肝液，因为过去做过扫描嘛，知道他在哪一页肝上有肿瘤，就一翻果然还有个肿瘤在那，但是不像是个恶性的，所以赶紧取样，然后把他这个带到有这一页有肿瘤的这一页肝就切掉，没有完全切掉，因为说等以后他如果再犯了再切掉再换也不完嘛，就出来以后然后再做这个肿瘤的切片，发现是已经从一个恶性向良性转变的一个肿瘤，就这样。所以后来神就这样把他医治了，就好了。好了以后，最后他把医院的院长职务辞掉，不做了。他知道神治了他，最后又到神学院去念书，现在是在这个加拿大的维珍神学院，中国事工部主任。所以我就讲了，因为我亲自听过他的录音的见证了。那后来我讲了这见证以后，完了以后就有人来找我了。说冯老师，我是学医的，你那刚才那个一定错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是肝癌就一定不会好，好了一定不是肝癌，你不一定是哪儿弄错了。我就听了以后真是哭笑不得，按人的逻辑就是这样，不错，如果是肝癌现在真是没有办法治了，肝癌就是在癌症里边是比较难治的一种啊，真是肝癌就不能好，那好了他可能就不是误诊，人家17个病理医生做了病理切片的，那怎么会是他？为什么他？因为他的这个人的逻辑和理性里边，他一定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不知道有一个超然的神在的，他可以不按人的逻辑办事情。所以当你不能够完全一定要用人的理性这个方法去找神，就即便神再显得再大的神迹，你还是没办法。我在这个一个大学做工作的时候，也认识一个我们的邻居，也是从北京来的，人也很好，我们关系也很好，因为两个大家的孩子这个年纪也差不多。这个我记得大概是93年，中西部大风雪，那年是很厉害。后来我已经搬到克利夫兰去了，那么他们那次呢，就是周末要去买东西，买东西就怕雪下得太大，所以就不敢开车。所以几个人就是合伙就一起啊走步行到这个 supermarket 去买一点吃的，然后再回来。那从这买完东西回来以后，天也快黑了，雪越下越大。他还开玩笑，他不信神嘛，他说如果真有神这么爱我们，应该派一辆车来接我们才对啊。这他就逗闷子了，话音刚一落，一辆车就停下来，那司机就问，你们是某某大学的同学吗？说是啊，要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吗？要，我大伙儿都想听。说开他们回家的过程当中一聊天，知道这个司机开车的是基督徒，他吓坏了。他说不跟人说上神来接吗？一个基督徒开车就过来，他说他不敢开玩笑，所以回到家里很激动啊，看见一个神迹了啊，就赶紧给查经班挂电话，说我下礼拜五要去查经班，他说欢迎啊。欢迎的，你当时很激动啊！但是，一过了5天，到了礼拜五的时候，这个激动都已经下去了。所以他本来应该去查经班，他不去了，他又回家了。嗨，他说很奇怪，一回家，这个钥匙就打不开自己住的 apartment， 就那个宿舍的这个屋子，怎么折腾都打不开，把警察叫来都打不开，折腾了2个多小时。最后，当查经班散了，他门也开了。哎呀，他最后打长途电话，因为我当时已经move到克利夫兰去了吧。他打电话到克利夫兰，他说：“你说怎么办？”我说：“你看着办吧。你不是说一直是说要找神要看神迹吗？现在给你显了神迹就怎么样？到现在还没有信呢，有多少年了？93年到现在又快10年了。但他现在敬畏神，他不敢随便乱开玩笑。”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人你一定要跳出人的逻辑，你知道人的逻辑有时候神是可以反人的逻辑，超越人的逻辑和人的理性和科学去做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要说真是要用所谓的纯科学去找，那就很困难。你一定要用科学去证明神，一方面人根本没办法去证明的，
神那么高，人那么小，科学这么有限，你怎么能够把万能的神证出来？科学的任务就是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你科学不能够改变规律，你也不能够去创造规律，你只能去研究已经存在的规律，对不对？这规律早就在那儿了。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你科学可以通过认识神创造的规矩认识神，但是你绝不可能去限制神的作为。神可以按照他所制定的规律办，也可以不按照他制定的规律办。当他不按照他的规律办的时候，属于神迹其实就发生了。可是这个是对神来说有什么难的事情呢？所以如果我们一定不能够从人的理性和科学跳出去，你永远找不到神。再说人的理性这么低，你怎么能够把神证明出来？你证明最简单一个道理是什么？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起码是等于被证明者的智慧，你才能把它证出，对吗？如果让一个3岁的孩子去做一道微积分的题，恐怕多数做不出来，除非是天才。为什么？因为证明微积分这道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3岁孩子所有的智慧，所以他证不出来的。这就简单到说，如果说有一天谁他说他用科学把神证明出来，我劝你不要信，因为他所证出这位是神，智慧还没他高，最多跟他一样而已，是不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想法要跳出我们理性和科学的限制，要认识到这位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有了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才能突出去。如果我们是紧紧抱着科学和理性不放，就是神再启示我们再显示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就是说，我们要用心灵去悟它，用神所给我们这个灵去悟这位神的存在。所以求神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第二，态度要对。主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诚实是什么？追求真理的态度，要用科学的态度。但是常常由于人犯了罪，我们说我们是学科学的，我们要用对一切事情要有科学的态度，实际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在信仰问题上就没有科学的态度。什么是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你首先你说对一个事物你要去决定你要去接受它还是拒绝它，首先去了解它，对，你了解清楚完了以后你再说你究竟是要决定接受它还是去拒绝它。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根本就不了解，就首先拒绝。我记得后来我对抗了好多年以后，后来我开始去教会的查经班，哎呀，后来我发现是很困难，因为去查经班最怕的就是这查经班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带查经的人会说了，哎，请大家现在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几章第几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听都没听说过，这是什么书？在新约旧约全都不知道。你是问别人吧，又觉得不好意思，说你都是博士了，你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你还不知道吗？不问还真不知道，从创世纪开始啪很紧张的往后翻，找不到。你想这么大一厚本书，你上哪儿去找？那帖撒罗尼迦就那么几页嘛。往往这个时候都有弟兄姊妹非常有爱心，很小声的告诉，顾及我的面子，大人说你怎么都不知道第几页，当我这面子又过不去啊，很小声告诉我第几页第几页，一翻到以后松一口气。可下一次再去查经班，又心里又不扎实，又不知道该查哪一卷书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反思。我说我们要有科学的态度，可是我们对这个基督教信仰是科学的态度吗？圣经没有读过一遍，圣经的目录也都不清楚，我们就敢断言圣经都是天方夜谭，圣经都是神话故事？你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学态度，那是一个武断的态度。所以人心的骄傲，自以为真理在手，往往是我们寻求神最大的一个难处。我们觉得我们掌握的过去都是对的，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你就错了，
我信无神，你说有神，你肯定错。我认为科学解决一切问题，你说还可以超越科学，你一定错。这就是人性的骄傲了。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骄傲的。但是往往是我们骄傲了就不自觉。可以说，人犯罪堕落以后，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骄傲。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爱看这个小人书。这回有一次看一个小人书，就是说这个玉皇大帝啊，宴请天上的各方的神仙啊，都要去赴宴，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南天门呢，有这个天兵天将把守南天门，每一个去赴宴进南天门的人，必须要戴一个高帽子，才能够进去。就大家都乖乖，就是玉皇大帝的命令嘛，大家乖乖都戴上。结果后来，关云长去了，大家说请关云长戴帽子，他不戴，他说我关云长从来就不喜欢别人奉承我，不戴帽子，你让我进就进，不让我进我就回去，反正这个帽子我不戴。哇，大伙儿这天兵天一看，说哇，既然是这样，谁不知道你关云长是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啊，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既然不戴好啊就可以进去了。哇，关云长很得意，你看我就不戴进去，走了一半觉得不对，一摸帽子已经戴上。啊，大家都说他过五关斩六将等等等等事，帽子早就给他戴上了，他不知道。所以这些东西，你看表面上看见他好像不喜欢别人奉，实际从内心骨子里边还是喜欢别人说好。所以这个人心的骄傲啊，很多时候都察觉不了。而这相传这个苏东坡啊，我这很喜欢苏东坡。这苏东坡有一次被贬官以后啊，在一个地方小地方做团练副使。他因为他很喜欢哈，他的文学造诣很高啊，经常饮酒赋诗，写词啊或者写字儿。那后来呢，有一个和尚是和他隔着江，住在江对面。那一和尚的文笔也非常好，所以俩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但是有一次，和尚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啊，他说我认为你不管是任何人，你都逃脱不了骄奢淫逸啊等八风，就这八个，你反正没有一个人逃得掉。那这事儿，苏东坡一听，他说：“我苏东坡就没有骄傲，我就没这八风。”就他就很不满意和尚，他说：“我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说有一次他知道和尚来拜访他，他怎么他不开门？这和尚拼命在外边敲门，敲半天他不开，他在里边听着他不开。这和尚敲半天不开，就抬头一看，这门上贴了一个小字条：“八风吹不动。”和尚一看明白了，对不对？我就明白苏东坡就走了。苏东坡在里边很得意，你看，我就让你知道一下，我让你吃一闭门羹。就他后来听不见和尚的脚步声，出来开门一看，和尚已经过江走远了。他很得意，刚要回家，抬头一看，和尚在他的纸条上批了两个字：放屁。哇、哦，他很生气，说你这个和尚，你怎么干嘛？我苏大学士放屁啊！马上雇一辆小船就追过去，要找和尚论理。结果他拼命敲和尚，和尚不开门。和尚可能早就料定他要过来了，怎么敲都不开门，那苏东坡也没办法，走吧。再一看，和尚门上也有一个纸条，写着什么呢？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啊，八风都吹不你吗？吹不动你吗？一个屁字儿，你就追过江来跟我论理来了。哎呀，苏东坡当时一看非常羞愧，根本不敢再找和尚论理了，扭头就回去了。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真是假了，但是起码就是告诉啊，人的骄傲，我们人很容易先入为主。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实际说真的，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够得上是无神论者？什么叫无神论者呢？无神论者，所谓的无神论者，一定是对无神论对有神论都做过系统的研究比较，最后认为无神论更有道理，他接受无神，这就叫无神论者。我们很多人无神论观点从哪儿来的？书本上这么写，老师这么说，我们就信了。我们从来不知道有神论是什么，有神论有什么道理，从来没接触过，所以我们的思想就是这样灌输，这样进去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就这样就信了。所以实际按照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很多的这种无神的观点都是没有根基的。为什么？你没有做过比较研究的。但是人就这么怪，你一旦先入为主以后，人就很容易把这个先入的东西作为真理加以固守。既然无神的东西先进来了，那我就很自然要去排斥那些和无神的观点不一样的观点，他自然就要去排斥有神了。我相信没有神，你说有神你肯定错了。对，我们根据认识的发展，相信有神是很落后很愚昧的，你那肯定是一个迷信，他就很容易就这样一下就下一个段。这是什么？这就是人性的骄傲。你看今天到了啊，很多地方，尤其到了美国或者西方，你看周遭那么多的人信主，那么多人的信神，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能力绝不亚于我们，有的人还是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的，但是他们信神，他们也不是神经不正常。那么有时就很少就问为什么这些要信呢，就是因为有一个过去的先入为主的东西进去以后，我们就拒绝排斥一切和我们的思想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确实人心的这种骄傲往往是很难助我们去突破我们自己世界观方法论对很多的限制，人就很难一步一步去逼近真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处。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了好多人有福了，第一条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这么重要把虚心放在这？虚心当然圣经英文的翻译就是在邻里贫穷的，就知道自己不够有需要的。为什么放在这么重要？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了，因为骄傲阻挡神的道，因为你骄傲就会去对抗神的道，骄傲对抗神的道没有就找不到神，找不到神的人就是一切福气都没有了，因为一切福气都是从神来的。当我们和神没有不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时候，一切都谈不上。所以这个事情理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为什么把虚心放得这么重要。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人心的骄傲，我们老觉得基督教讲的都是愚昧的啊，同日生子死人复活都是很愚拙的道理，你几千年以前骗骗别人行了，都几千年以后到什么时候了还讲这些，而且觉得很愚不可及。这种很多人觉得我们自己有智慧啊，就没有一种很谦卑的态度。哎，我过去相信没有神，他信有神，他为什么会信呢？我去了解一下。我们常常就拒绝了解。我自己就是有很深的教训。我为什么到了美国以后，九年以后才信主？实际前八年就是根本不去接触。你请我去教会查经吗？我根本不去。你来跟我传福音，我就给你变了，本着不信，反正挑你的毛病。所以我那时候思想非常的刚硬。我记得我在密歇根 State 念书的时候，我们那边有在校专门在校园团校园哈做传福音工作的美国的弟兄，他们有很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每年都要组织一两次旅游，有时候到华盛顿特区啊，有时候到纽约啊，有时候到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啊，就到这些风景点去旅游，来回路费吃的全部免费，住的一分钱不收。你看学生就没钱嘛，唯一一个条件是什么？每天晚上要学圣经，那就不能出去。每天晚上大家给你讲圣经，白天就随便玩。那大家也很多人去啊，管他的圣经是真的假的，反正起码白天可以玩玩吧。就这样，我在密西根 State 待了四年，一次机会都没有。他从来不通知我，我估计他对我早就绝望了。啊，就是我去也没有用啊，这种花岗岩脑袋去白吃白喝就也不会信。所以我在密歇根待了四年，我都一次见他根本不通知我，我知道以后他们都已经玩过了啊，就是他就你这表明这个人性这个刚硬。所以我八年根本不接触，实际最后开始去查经班开始读圣经到信主不到一年，因为他是一个真神是活神，你除非你能够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否则你就没办法。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说没有神，实际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的。你说没有神有什么证据？我说有神，我可以讲好多证据，因为今天现在时间的限制，我不能一次讲太多，我可以讲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十个小时、八个小时都可以讲，我可以从各个方面，虽然我没有完全的证据，我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但是我一定有充分的证据知道神在这，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个人的经历，我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啊，从外在的证据去知道他有客观的证据，我可以讲很多。但是你说没有神，你能有什么理由？你接着说，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就没有吗？这个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啊，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因为唯心主义说什么？存在就是被感知，他只承认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客观实体，否认自己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这就叫唯心主义。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拿到这个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反对神。我们说我们要有理性，不能够轻易相信东西，要有逻辑。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信仰的时候就已经不逻辑了，理性已经被歪曲了。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建筑物，对不对？如果我告诉大家这个建筑物根本没人造，就是石头瓦块灯泡电线就碰着了，你们有谁信？大家都说我一定有神经病，对不对？但怎么可以？因为你根据人的常识，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你一切东西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嘛？它怎么突然会从无序变成有序？它一定有一个外力的东西在这创造的，对不对？从常识来看，它平地怎么突然就变成一座楼柱了？不可能嘛，对不对？是人的最起码的逻辑。但是我们今天在追求信仰的时候，连这个逻辑都丢掉了。我们说宇宙这么样的精确，宇宙今天的很多的行星的运行的轨道都是要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推断，就这么准确。我们说宇宙没人造，就是自然东碰一下西碰一下就碰成了，大家都说很好，就是这样。是不是理性出了毛病呢？真是出了毛病了。这么精妙这么浩瀚的一个宇宙，怎么会没一个设计的没一个创造者呢？他自己就会成，但大家都说很好。这个时候理性已经被歪曲了。理性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理性是有限度的，超越了就变成骄傲，而这理性受到罪的污染，有时候被扭曲。所以有人说人是一个合理的动物，是什么意思？当人明明知道做了一件错事的时候，还不愿意认错，要用自己的理性去编出一套理由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这就是人的理性已经被误用。所以我会今天会发现，我们会讲，一方面我们讲要用理性啊，要用科学去找神；另一方面你会发现，我们在找神的时候既不理性又不科学，不是实事求是态度，而是先入为主的态度，不是真正用逻辑推理去找，很多时候是违背人的起码的逻辑。这就看出来我们今天人心的态度骄傲。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评判神，神应该这样做那样做，神做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怎么可以信他？圣经讲的旧约出埃及进迦南又怎么杀人啊？这么神这么残酷，我怎么认了他？已经他要站得比神还要高去论断神，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找得到神？你除非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你说神，我不明白这件事情，你得开我的眼，让我能够明白，那神会来帮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信神要有信心很难，很难有这个信心。信心容易不容易呢？是不容易。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信神是需要修行，但是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我刚才已经说过，虽然我们对神没有完全的证据，但是起码我们可以有充分的证据，我们有客观外在的证据，我们有个人和神相交的证据，我们能够讲出很多。对，但只能说我们最后一定要有个信心的飞跃，不能够完全凭你个人的感觉。对，但是我毕竟是有很多根基的。
我们今天说宇宙没有神，实际我们今天我后边会讲宇宙大的都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连银河系都出不去，银河系只是一个很小的宇宙都出不去，银河系的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都到不了，小宇宙都到不了，中宇宙大宇宙根本就去不了，我们就感受没有。如果说宇宙没有神，你起码把宇宙的各个地方都走一走看一看吗？去了解一下吗？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不能够去。我们今天就说没有，你说这是需要更大的信心？信神难不难？也难。我刚才说了，你要把过去的世界观价值观做个完全的重新的一个评估，甚至一个扭转，是不容易的事情。但说实在的，你不信神更难。你怎么去面对神的这些创造？你怎么面对你里边的良心？你怎么面对灵界的这些事情？怎么去解释？这实际是更困难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要谦卑。我们今天如果我是相信无神的，那么今天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主的基督徒，那起码可以跟他们讨论一下，有机会读一下圣经。 我相信没有神，为什么他们说有神？他们的根据在什么地方？任何东西都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比较完了，我们觉得你觉得无神更有道理，那你还坚持无神？如果比较完了，你觉得有神更有道理，那就改过来，那相信有神，相信神，对不对？是人就这样才能够不断的进步。如果过去我们一旦建立了无神的世界观，我们就永远拒绝一切和无神不一样的东西，那就可能永远失去了得到真理的机会。所以我今天就感觉到，根据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我们就要谦卑，重新有今天神给我们的机会，重新加以很多的思考。因为过去我们讲的认识论啊，都是从这个由于这原始的这很多自然现象不能够认识，所以就开始了神的崇拜，所以是一个多神，对吧？山呐、啊、山神呐、啊、土地啊、雷公啊，什么什么，这都多神，然后才慢慢进入到单神，这是很多人的推理。实际现在跟很多人类学、宗教学的研究，凡是有神的地方、有人的地方，都有对神的崇拜，而且一开始都是单一神的崇拜，最后是从单一神才演化成多神的崇拜，很多地方。所以这个环境和我们很多过去的模式都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真是好好的，我们不是在反对理性，也不是反对科学，但是我们要求大家看到我们理性和科学的局限，真是能够跳出这个局限，求神来帮助我们。你说神啊，我愿意认识你，只是我现在好多东西还不明白，好多东西我还想不通，求你来帮助我。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信念，神会帮助我。所以西方有个说话是什么？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要认识神、理解神的话，站在神的下边去仰望他。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这是很真实的表示出一个真理。人确实很有限的，你看人能活多少岁呢？活80岁，活100岁，就算活100岁吧，够长了吧？100岁，掐头去尾，把年少的时候去掉，把年老的时候去掉，真是在这100年当中，我们能够很敏捷的思维，做很多的研究、观察、思考、分析的时候，恐怕50-60年了不起了，是不是？这50-60年当中，如果把我们娱乐的时间去掉，把我们吃饭的时间去掉，把我们睡觉的时间去掉，这50-60年恐怕就变成20-30年了。大家想想，这20-30年当中，我们究竟能够研究多少领域，走多少地方，看多少书？在这个短短的有限的20-30年，我们就敢说，我们认为不对的一定是错的，
我不认为对的地方，那有一定不可信，就这个是不是很武断的？而且我们人的感官呢、一直都在很有限的，你说眼睛大一点东西你看不见，小的东西也看不见，远的也看不见，近的也看不见，对不对？你看我现在在多少岁就开始戴老花眼镜了，那需要借助外力了。声音也是这样啊，频率高一点听不见，低的也听不见，对不对？你我看东西就是可见光这一段了，稍微频率高一点，波长都高一长一点短一点都看不见了。而且整个我们的这个视力都在衰败之中，很多东西你要凭完全凭你的感觉是很不可靠的。有些东西你知道，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这视网膜的成像都是倒过来，对不对？啊，就是像一个这个球体成像嘛，它都是倒形，但是最后呢，它会通过处理的头像让你还是正过来，你没有这个倒的感觉。真是让你倒的，它放一种特殊的仪器，让你看的东西都是不处理就是倒着的，你是很困难。所以很多东西如果倒过来，我们根本看不清楚，但是很多东西正过来，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你比如说，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我现在有一个图，我现在给它倒着，两个这个女士，我现在给倒着让你们看，究竟哪一个漂亮？我可以给你3秒钟，你也不一定看得清楚。你比如这个图 ，A 和 B， 你们说哪个更漂亮一点？你恐怕要辨认半天，是不是？也许能分析出来，但是我一正过来呢，你马上就看见了，没瞅一下就分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我倒过来，你就要看半天。实际很多东西就是正过来，你也不一定看得清楚。你比如这张图，你说你们看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一个老太婆、老巫婆，对不对？有人说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嗯，看见美丽的少女没有？看到了，看到了，很漂亮。你看，美丽的少女，这是她的头发，这是脸蛋，这是她的这个眉毛，这是鼻子，这是耳朵，看见没有？这是她的脖子，这是一条项链，看见没有？小脸了。对呀、很小点吧，很漂亮的一个少女了。所以有时候啊，就是人就是这样有限的、我只有时候我跟他们讲到指半天，用那个红外的那个用那个激光的气跟他们指画轮廓，还看不清楚。所以人真是很有限。所以今天我们一定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一方面就是要用心灵去感悟，不要完全是用人的理性和科学。这个人的理性和科学可以做信仰的一个切入点，一个基础，但是最后你一定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理性和科学的这个限制，能够上升到认识神的高度，有一个信心的飞跃。第二点，谦卑，谦卑，再谦卑，不要认为我们认为过去认为对的事情今天跟我们一样一定错了，好好的寻求，看看听听人家讲的有没有道理，自己好好的比较，也求神来帮助我，来开我们的心和眼。如果我们这两条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能够用心灵去感悟神，如果这两点我们都能够时刻注意，每一个人一定都可以找到神。为什么？因为神第一，他是这样真实，是真神，是活神；第二，他有应许，你凡是敲门的、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寻求就让你寻见。所以我现在发现了，只要经常愿意来读经、来查经办、来教会，最后大部分都会信。为什么？因为这是真神，是活神。如果是假的东西，你得离得远而看得很真，越走越近就假就出来了。但是如果是一个真东西，越走得近越真。为什么？它是真实。所以并不怕你要提多少问题，你和多数多少不理解，怕的是你根本离基督教的信仰远远的，也不去教会，也不查经班，也不去读经，别人讲道也不听，就没有办法。如果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神就一定会开我们的心。我想我们这很多人共同经历都是这样。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你就一颗寻求的心，一颗谦卑的心，求神来开我们属灵的心和眼。你说神啊，
我愿意信你，如果真有你，如果真有你，就求你的开我的心和眼，让我能够看见，能够想得明白。如果有这么一个态度，又有一个寻求的心，能够来多听到，多思考，多读经，多祷告，慢慢的神就会把我们心打开。所以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就是我们整个怎么样认识，就是这条路，用心灵和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好，谢谢大家。